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妮。好，今天不在，那我们今天来开箱的是什么呢？阿乐扭蛋，这是他们新出的阿乐扭蛋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一直都有在收集阿乐相关的东西，之前还有请朋友去日本买有猫咪耳朵的阿乐。那我们这次有这个新的扭蛋，超可爱，它一组是六块。然后它是联名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豆奶，它有出什么红豆口味豆奶啊，什么酸梅嘛，还有酒口味的豆奶，在日本才有的。然后这里它根本就是跟阿乐合作，所以我们要来开箱阿乐，超可爱，疗愈阿乐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。我们先拆的是草莓口味，然后它这是阿乐可以拿，我记得它每个阿乐都可以拿。这样，嘿，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它头上有个吸管，你看到吗？头上有个吸管，很可爱，真的，我的天哪！它每次做的都很精致，这不是它贴贴纸，这算是打上去的吧？超级精致的，我觉得很 OK。先从旁边贴比较准，因为它有个凹槽，凹槽的面，这面好，然后后面阿乐可以拿的地方，然后上面呀，然后它这里也有做胶胶又贴纸，很细心哎，这个。这个扭蛋，而且他们这个扭蛋每一次做每一次都想买。好了，贴好大概就像这样，噔。好，这个是草莓口味。好，第二支我们拿到的是白色的，它这支的身上还有那个就是感觉有豆类的渣渣的感觉，你看好可爱哦。然后也是有吸管。好，原味。下一位是黄色的哦 ，banana， 香蕉口味。阿乐拿好，手抬起来。嗯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这是注红色壳的吧？这是什么口味？甘酒，对，我好想喝喝看哦。然后这个是梅花，就变这样。这个是。蓝色的阿乐，蓝色，乐色，这个是什么口味？巧克力薄荷吗？好，它的包装就是跟它的本身一样，然后头上有个吸管的阿乐。好，巧克力薄荷，你看整组摆一起超疗愈的。好，最后这个是原味吧。所以这个是无调整，没有加糖。这个是有加糖，姜绿色。哇，它每个阿乐都超可爱的。这是绿色原味阿乐，然后它跟别的口味差在哪？就是这样。然后阿乐拿的不一样，好可爱哦，真的超可爱。这是之前收集的，看起来超凶的。这不是这次的哦，这是我自己收集。然后还有那个事情，这超好笑的。超逼真的。好，那他们可不可以拿？应该是可以吧，这大小的。可以耶！哇，天哪，可以补血了，喝豆浆，喝酒了，伙伴们。姜，姜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好，他真的都可以拿耶，他们可以互相拿，拿不一样的。好可爱哟！好，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想接受更多资讯的话，下面一个小铃铛，帮我按开启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影片喽。如果想看到什么更多开箱的话，
麻烦下面帮我们留言，我们就知道下次要开箱什么咯。那真是谢谢大家，拜拜。